全台最大卡丁车赛场，16岁冠军女车手吸睛。台中力宝乐园打造了全台最大卡丁车赛车场，昨天特别举办台湾小型车公开赛，吸引70位亚洲各国车手参赛，其中还包括3位女车手一起竞逐比快。赛车当然少不了穿着清凉的赛车女郎，观众眼睛吃冰淇淋喊加油才会更热血沸腾。主办单位说，参赛车辆都是国际认可的 125cc 水冷式引擎，有30匹马力，在力宝乐园赛道可飙到时速120公里。那我们台湾小型赛车公开赛呢，是目前我们国内呢小型赛车最高阶赛事，我们希望说最终目的就是台湾可以跟亚洲各国的其他的赛事来做行一个接轨。两年前击败众多男车手夺下 K4A 台湾总冠军的16岁陈旭妍是最受瞩目的女车手。觉得玩赛车怎么样？刺激，很刺激啊！有没有危险性？有快感。将来有什么目标？就想要出国比赛。出国。那想要到什么等级？想要开 F1。F1 哦，对。参赛年纪最小的是11岁的林晨翰，他曾经在澳门比赛拿到第五名，赛事将一连举办两天，有兴趣的民众今天还可以前往观赛哦。邓新闻台中报道。